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贸易英文。我是本学期的主讲老师蔡静怡。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来我们的 Lesson One 第一讲。那首先我们会针对课程呢来做简单的介绍，包含我们会谈论到到底国际贸易英文的重要性在哪里，那它跟一般的英文又有什么差异？ 另外呢，我们还会从国际流国际贸易的流程呢，来探讨各阶段里面相对应的书信的主题，各自有哪一些哈？那这门课呢，呃，在开始之前，我会先跟同学厘清哈几个重要的概念哈。第一个概念就是这一门课到底要帮助学生学些什么？那这门课又要如何的上？ 那以及这一些呃课程呢，我们的内容又会涵盖到什么？所以，我帮各位针对这一门课程的课程定位呢，我帮各位理清厘清出来，在这个 PPT 里面哈。那这一门课程主要的定位呢，是提供给有意从事国际贸易相关产业的学员，那学习学习于不同贸易阶段来跟交易的对象沟通时的入门课。所以，同学。 请你们各位看清楚，这门课其实只是入门课哈，所以我们的目标不要定得太高。 这样子，我们学习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因为看到英文两个字哦，就开始有害怕的心态，或者是排斥的心态。所以这门课基本上它是一个入门课，那提供给有意从事国际贸易那同学看到这里，可能会想说：老师，我不见得以后会从事国际贸易啊，我现在也没有在做国际贸易，那我学这个有意义吗？我要跟同学讲。 呃，先不用担心哈，国际贸易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遥不可及，它其实都在我们周边里面，每日都会可能会发生。那甚至各位其实都已经有牵扯到了国际贸易，只是你还不知道。好，那这个后面呢，我们还会在呃有特别的单元呢，我们还会针对这部分来做讨论。所以这门课程只是入门课，协助大家来了解一下。 如果现在或往后要从事国际贸易的时候呢，那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应该要怎么跟我们的呃交易的对象来做沟通？所以这门课的目的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协助我们的同学来具备国际贸易沟通时的基本概念，以及能够顺利的拟出贸易信函这样子的目标就可以了哈。好，所以同学们不要太担心，跟着老师一步一步来就好了。 那在课程的设计方面呢，为了要让我们的同学可以更快以及清楚地融入学习，那我们的课程呢会导入情境跟角色的设定，好，然后老师呢在往后的课程当中呢，也会把过去老师在 呃，学校的学习以及在就业从事国际贸易相关的经验以及个案呢，能够呃可以尽可能的就会把它导入到我们的课程来，让同学在学习的时候呢，能够有呃呃更多的乐趣啊，能够有更多的案例来协助同学呃在学习的效率上面呢，呃成效上面也能够提升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门课的呃基本上的一个设计。那在情境与角色的设定上哈。 我们知道要交易，那至少会有买卖双方哦，所以我们在角色的设定上面呢，我们会有一个出口商哦，以及一个进口商。那台湾呢，基本上是一个制造商导向的国家，那所以呃，我们的呃内需市场呢，呃，如大家所知，就是只有两千三百万。 这样子的人口而已，那其实，在经济的支撑上面是绝对不够的，所以基本上台湾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那所以我们在角色的选定上面呢，哈，台湾，呃，我们的扮演的角色就是制造商。那我们选定了一个企业叫做 ABC Electronics Inc。哈，那这个是一家总部在台湾的电子零件与产品的制造公司。那它的商品呢，我们把它设定成包含了。 网络相关零组件与设备啊，电源器材等等，然后还有那个商品呢，它的呃基本上是销售到世界各地哈，呃哪里有需求呃、啊、我们就到哪里去。那它的顾客呢，包含了通路商以及组装厂商哈、啊。 那我们的呃买方呢，我们的设定是以美国为主哈。那美国是我们的呃贸易的一个出口的呃很大的一个市场。那这边我们把它设定它是买方哈。那买方的公司呢，我们选定的是 XYZ Co Ltd。那这是一家美国的三 C 通路商。那它拥有了连锁的卖场啊，贩售。 电脑啦、通讯啦、家电等相关的商品，那它主要呢是从亚洲这边来进口商品，所以它的供应商大部分是我们在这,這些亚洲的国家。好，那这两个企业呢，它各自有。 呃，各自的窗口。那在我们的 A B C 啊，A B C 这个出口商呢，台湾的这一家公司哈，我们呢是 Sales Manager 哈，是业务经理。那业务经理叫做 David Wang 啊，大卫王或者是王大卫都可以。 那在美国的买方呢？买买方哈，我们把它设定，它叫 Purchase Manager，它是一个采购经理哈。那他买方呃主要的窗口就是采购部门。那他的采购经理呢，叫做 John Smith 哈。所以往后我们会看到的信件呢，就是由这两位好的一来一往互相的沟通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来发展不同的呃国贸的信函哈。好。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底下，哈，我们在往后的十八讲里面呢，我们会去谈论到哈国际贸易英文的学习须知，哈，所以我会花个两个讲次，针对这个部分哦，先让同学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啊，有基本的概念之后呢，我们在后面谈论到，哎，怎么来协助。 促成交易，哈，或者是到第三部分的下定跟成交，那以及第四部分的出货喽，那这各自的这一些不同的贸易阶段呢，那我们在拟出我们的相对应的呃信函的时候呢，啊、呃，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啊、呃？如何写，又要注意哪一些事项？那这个就是我们后面十八周所谓涵盖的内容啊。以上先跟同学做一个简单的课程的介绍，好。 那在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单元哈，我先有呃帮各位准备了几个问题哈。那我们先厘清这这这些问题了之后哈，先知道我们这个学习的呃目的之后，我们往后的学习应该会更愉快。那第一个问题呢，我要请教各位的是，Why is this course important？为什么这一门课是重要的？那我们有把它排进去我们的课程里面，那这个答案一定是。 它是重要的啊，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重要？哦，为什么我要学习国际贸易英文？啊，那理由是在哪里呢？哈，来，这边我从两个层面来跟各位分享哈。第一个层面是个人的层面，那我会跟各位分享，就是说。 学习国际贸易英文，如果说你可以学会了，而且你可以轻松的驾驭它，那它绝对可以丰富你的人生。怎么说呢？我相信各位哦、喔、都有一个梦想，或者是有一个目标。我希望是说能够去拜访世界各地，哈，尤其是呃我们最近哦、喔、大家可能都呃待在家里宅在家里哈，因为外面的一些状况哈，那我们大家宅在家里这个时候，大家相信都非常。 想要出国去看一看啊，想要去丰富人生，可是丰富人生之前，我们必须要有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你必须要有时间，你必须要有假期；第二个东西你必须要有钱，因为出去看世界是一件非常昂贵的啊，不便宜啊，不昂不是特别昂贵，但是相信也不是太便宜。那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出国啊，去看看世界？那又可以由别人哦，或者是由企业公司来支付我的旅费呢？哎、欸，有，答案就是国际贸易相关的呃职务哦，这些就是可以。那我个人的经验哦，像各位现在在 PPT 上面可以看到的这些照片哦，都是我从个人的经验里面，虽然不是里面的人物不是我哈，但是这个是示意图。 所以在过去那几年，我从事国际贸易相关事务的时候，公司请我到国外去出差。那出差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闲暇的时候。闲暇的时候呢，我通常是背包背着，到陌生的城市去探索啊，走在大街小巷上，感受当地的氛围；坐在河边，假装自己是当地的人，呼吸当地的空气，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或者是到世界一些知名的地方去拜访。 啊，甚至品尝当地的食物，这些都是你从事国际贸易相关事务的时候，你可以获得的哈。那我后面这里呢，也帮各位举了比较具体的例子哈，来跟各位分享。那我记得我在二零零一年，我都还可以这么清楚的把那个年份指出来，表示在我的印象当中非常的深刻啊。那这个。 非常深刻的体验呢，就是我第一次去吃到了非常道地道的日本海呃那个海胆的握寿司，哈，它的美味真的是到现在我还记得。那这个呢是有一次我出公差到 Silicon Valley 在加州的西谷。 哦，到那边去出公差的时候，那跟当地的厂商哦，去那边去品尝哦，到地的一个呃海胆的握寿司好的美味那这个是我我跟呃各位在这边举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具体的例子哈。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当我们从事国际贸易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的出国去参展啊。那在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过去那几年哈，在国际贸易相关事务的时候。 我曾经去到呃参加了那个德国的 Hanover，、哦、那个汉诺威展哈、哦，这个可能同学或多或少有听过，这个是呃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哈、哦，或者也可以讲说它是最大的一个展，叫 s i b i t 它是在汉诺威的这一个呃展览城市，哈，这个城市呢，基本上呃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呃商业，哈，它就是整个城市都是展览馆，哦，全世界几乎最大的展览馆就在那边，哈。那在那边呢，我们白天呢辛苦的在呃摊位上面去介绍我们的商品，跟呃厂商来谈看看呃未来合作的。 呃，方式以及呃，推销我们的商品。那晚上呢，哎、欸，大家就变了一个人了哈。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常常都要呃呃纠纠团哈，也找几个同伴啊，或者是跟客人呢，晚上呢就会到某个餐厅呐、啊，哈，不错的餐厅呐、啊，或者是这里有、呃、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在展场。 展展览会馆那边呢，有一个叫做慕尼黑餐厅哈。那这边的慕尼黑餐厅相当知，相当的知名哈。那我们去那边干什么呢？谈生意之外，一定要吃猪脚、喝啤酒。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就是跳到餐桌上跳舞哈。那你如果没有上到餐桌上，你不要来说你有到过西边，有到过 v e r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哈，那这个真的是在人生的经验里面是非常的丰富哈。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哦，我我也帮各位哦找到了有一些呃一样跟我们一样是曾经到过 c i b i t 那边去参展的一些部落客，那他们有在上面分享一些照片，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呢，呃，可以到网络上去搜寻一下。好，好。 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我的个人的经验呢，就是呃，这里是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大概是四五月的时候拍照的哈，拍的。那这个是从 Messenger 上面截图下来。那那时候呢，就是我跟我的这一位意大利的朋友，那他呢。 其实，呃，从一康开始，哈，他是我一九九七年那时候我还在台达电子工作的时候所负责的 account 负责的客户，哈。那从那时候我们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不常见面哈，不常见面，大概只见过一两次哈，不常见面。那但是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络。那那时候呢是刚好呃我病毒刚好呃整个呃严重的时候哈，我们就透过 Messenger 互相关怀彼此哈。所以如果说您对外面的呃呃国际友人呢，呃很想要有有一些呃开始的接触呢，那其实从事国际贸易这个相关的行业呢，是可以让大家在这一块上面呢。 丰富人生非常的多，好，以上是我个人的经验的分享。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呃，为什么国际贸易英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哈，好，那另外呢，我们从国家经济层面来看的话，哈，基本上我们刚刚有提过，哈，我们的台湾的内需市场只有两千三百万。 所以我们的经济非常高度的仰赖对外的贸易。那我们过去哈，从一九六九年到二零一九年呢，我们的贸易成长已经成长了两百七十二倍哦，相当的惊人。那甚至在二零二零年呢，达到最高峰。那它的贸易总额呢，在二零二零年我们达到了六千三百一十余亿的美元。 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那但是即使数字很很惊人，可能对同学来讲还是没有太大的感受。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好，那同学相信应该都有在网络上买过东西，哈，那不管是买或卖，那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电子商务。那在过去二十年里面呢，电子商务蓬勃的发展，那甚至在 呃，过去那十年里面，渐渐的发展成跨境电商。啊、呃，就是所谓我们呢，到呃 Amazon 到美国的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去买东西，这个就叫做跨境电商。到淘宝去买东西，这个也叫跨境电商。甚至之前我在东南亚做一些访问的时候，访谈的时候，很多的呃马来西亚的呃受访者，他们有提到啊、哦，他们很多东西其实是跨到台湾的电商平台来买。 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台湾才有的哈，那这一些其实都已经变成我们的日常哦。许多同学呃或多或少都已经有接触过，不管是买或卖哈，那这样的跨境电商的商业模式是呃，我相信是以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的哈。那我接下来问各位一个问题：你认为跨境电商算不算国际贸易？好，你算你你觉得它是不是？ 啊，答案是是的，答案是是的，哈，那怎么样子的一个一个呃支持的论点呢？这里我就举了一位呃我们在台湾相当知名的一位叫做卢西鹏教授，他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哈，他提到说。 现在的网络时代啊，最重要的核心是社会资本。那什么是社会资本呢？它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他说，这种透过连接哈，人跟人之间的连接而产生资本的操作方式呢，这就是贸易的最佳演绎。所以，跨境电商、电子商务这样子的，呃，都算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模式。尤其是跨境电商，跨到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就是我们的国际贸易啊。那这位。 卢教授，哈，卢西鹏教授，他又在同一篇文章里面，他也提到一个个案。他这个个案里面呢，他提到说，他曾经有一位大三的学生，那他呢，刚开始哈，他在台湾的电商平台上面呢，上架了一种东西，叫做日本娃娃。那一刚开始呢，在那个平台上面卖的很好，可是呢，台湾你也知道啊，很多卖的好的东西，很快就一定会有人跟上来哈。那慢慢慢慢，越来越多竞争者加入之后呢，大家。 想要让交易成交，就必须要做一些动作，所以包含了价格的竞争。所以当那个价格竞争到非常没有利润的时候，这位同学他就想：我不玩了，我不要在台湾的电商平台玩了，我要来转换一个我赚钱的商业模式。所以他就把他的商品呢拿到哪里呢？拿到地球的另外一端——墨西哥。 啊，他就在那边的电商平台上架哈、哦。那卢教授提到说，这个学生啊，他的逻辑是怎么样呢？他就觉得说，诶，在台湾已经杀到这样血流成河的时候，变成红海的时候，我不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再继续来做我的生意了。那我就干脆到电商去找，看看哪里有需求，哪里有需要买礼物，哪里有需要这样子特别的日本娃娃的需求。 哪里有需求，我就到哪里去所以他那时候呢，就发现到说，哎，在墨西哥那里的消费者是有这样的需求。好，那他就直接到墨西哥去上架。那因为在当地并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所以它的售价还可以提高到三十 percent，相当棒的一个利润。甚至他市场做大了之后，还吸引到谁呢？还吸引到当地的线下的实体商店的厂商来跟他批货。 好，然后再到他们自己的实体商店去销售，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哈。一个大三的学生，他就已经可以自己来来从事这样子的一个贸易行为了哈。所以他可以，各位一定也可以哈。好，来。 那接下来，呃，我们回答了刚刚的哈，是的，国际贸易英文很重要哈。那同学可能又会有一些质疑说，老师，那既然您刚刚讲到台湾的那个外贸这么的厉害哈，那我们其实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国家，他也不见得都讲英文，那我何必就是一定要学这个国际贸易英文呢？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同学确实，我们在做国际贸易的时候哈，尤其是我们台湾的呃外贸人才非常的厉害哈。 世界各地都有我们成交的记录，好，世界各地都有我们台湾外贸人员的，呃行踪，好，那当然可以用当地的语言跟对方来做沟通，来做做交谈，做呃做交谈，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是。 我们相信，我们应该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那么强的能力，可以来驾驭各种不同的语言。多学习语言是好的哈，但是以目前来讲啊，英文还是最被普通使用的语言。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如果可以把先把国际贸易英文学好，你基本上本身的竞争优势就会变得很好哈。那这个就是一些呃老师给各位的一个一个建议。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国际贸易流程中买卖双方的沟通包含哪些阶段，以及相对应的沟通信函呢？来，这一张呢是我们的国贸流程的架构图哈。那在很多的呃国贸实务等等的课程里面哦的教材里面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图。那它是很清楚的让各位。 呃，了解到哈，如果我们在做国际贸易的话，从第一个阶段到最后整个贸易完成的时候，我们所会经过的呃，相当于二十六个哈，二十六个不同的阶段，各自包含了哪一些？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有出口国。 呃，有进口国，呃，有两个国家，以及相对应我们会用到的呃，货款的流动，所以我们会有银行，也会有我们这个进出口的主管机关，以及会有一些辅助的，比如说呃，船运公司啦、啊，或者是说帮助我们出货的这些货运承揽商。那基本上哈，我们的这一门国际贸易英文呢，主要的是在双方的沟通，所以我们的呃范畴会是在上面出口国，哈、呃，跟进口国。 中间的这五条，一二三四五五条的呃直线吼箭头，以及呃相对应的那个呃信函哈的活动沟沟通的阶段里面的一点不同的主题，好、哦，这个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 基本的了解哈，好，那在这里呢，我有帮各位准备了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哦，出口出口厂商跟进口厂商中间的这个五条的直线，那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归类成四个不同的阶段哈，包含了第一个交易前的准备。 啊，交易前的准备呢，包含了我们要去敲门啊，所以我们会有开发信啊，有询问信啊等等哈。那以及第二阶段的签订贸易契约，以及后面的履行契约，还有最后面出货后面之后的售后处理，那这以及各。 各自不同阶段里面呢，我们会牵扯到的一些相对应的信函。那这边呢，先让各位有一个呃概念哈。好，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来谈到哈，国际贸易英文啊，都是英文啊，那跟一般的英文有什么差异啊？啊，那答案是有的，它是有差异的哈。那为有哪一些的差异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哈，国贸英文哦，它具有独特的惯用语及句型哈，比如说。 我们在做国际贸易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表达我们的善意，能够开启我们的合作模式。我们希望这个交易能够成，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范例哈。当我们在做一些开头句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要说，哎、欸，我感谢你哈，我收到了你的报价单啊。那在一般的英文里面，我们可能会很简单的直接就讲说，We received your quotation dated May fourth, twenty twenty one。 但是在国际贸易英文里面呢，我们会增加一些善意的呃用语哈，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出题的地方哈，We are glad，We are glad，我们很高兴，我们很高兴怎么样呢？To receive your quotation 啊，后面是一样的哈，或者是说前面你就先跟人家说感谢，Thank you，在这里是礼多人不怪，Thank you。 Thank you for for 什么呢？一样 your quotation of May for t h y one。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哈，国际贸易英文里面我们会想要多放一些呃善意好，那在这里呢，另外一个呃。 例子呢，就是我们拿结尾句来看哈，一样我们看出题的地方就好了哈。那如果我们只是要呃很简单的说，呃，我们呃希望可以早一点收到您的回复。那在国际贸易英文里面呢，我们就会多放一些哈强调和强调的字啦、啊，我感谢啊，谢谢你可以这样做啊哈。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个，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那我们很期待尽早听到您的回复，或者是 Thank you for your prompt reply。谢谢你。 啊，为了什么呢？为了你及时的回复哈，或者是说，哎、啊，你的很快的回复呢？Your prompt reply will be highly appreciated，会被高度的感谢哈。所以在这里，国际贸易英文里面，它跟一般的英文就是说，它会释放出比较多的善意啊，更多的善意，礼多人不怪。 好，那在第二个部分呢，因为国际贸易英文哦，它会牵扯到一些独独有的过程，好像在我们平常在做国内交易里面不会碰到的情境哈，例如说我们在国际贸易里面，我们会有跨国的物流，我们需要通关哈，那所以我们的专业术语里面就会牵扯到一些专有的名词哈，比如说这里我有帮各位准备了哈几个在国际贸易术语及专有名词上面我们常看到的哈。 第一个就是 payment term，就是付款条件。那什么叫做 payment term 呢？这个就是买卖双方针对这一次交易，哈，那买方应该要如何来付款，以及何时付款所达成的一个共识跟约束，哈。那这里我们常看到的呢，包含了 l i t t e r of credit，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信用状。 或者是我们也会简称为 LC 哦，那这样子的一个付款的方式，或者是说呢，在初次交易的时候呢，很多的卖方哦，他因为担心说啊，这买方往后我如果东西给他，他会不会付钱呢？所以通常在初次交易的时候，会采用的是一种叫做 TT in advance。 这俗称的叫做电汇预付，也就是说，我出货之前呢，呃，买方必须要把钱已经汇入到了我卖方指定的账户里面啊，钱进来了，我货才会出去哈。或者我们常常看到哈，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哈，我们的交易一段时间之后，呃，互信也产生了，那这时候呢，常常买方他就会来要求说，嘿，可不可以先货给我？哦，货给我之后呢的一段时间啊，我再把钱给你，好不好？ 好，那所以也会有延伸出来的一种叫做那三十天、那十五天、那四十五天，甚至到那一百二十天，好，就是我我货交货后呢，呃，近三十天来付款等等的不同的呃付款的条件哈，那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 payment term 哈。好，来，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inco term。 那 INCOTERM 呢？这个中文叫做国贸条规，哈，国贸条规呢，这个是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erms 的简写，叫做 INCOTERM。Term 那它其实是来规范哦国际贸易的惯例跟呃的规则。那主要是要来说明说啊，买卖双方呢，我们在从事贸易交易时的费用、风险啊、货物保险等等的。 责任的归属跟合规性，那我们常常会看到的呢，它是包含了 F O B 哈，那这个就是 Free on Board，还有 C F R 啊，或者是 C N F Cost and Freight，以及 C I F 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等选项。好，所以其实我们在呃呃在国贸里面哦，我们只要看到 F O B，我们就知道它的这个价格哈，买方它的责任要负到什么。 程度啊，卖方的责任哦，他要负到什么程度？哦，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规范，也是在国贸里面才专有的，哈，才专有的东西。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哈，我们会有跨国的物流哈，我们东西需要出口或进口会过会会过海关，那会用到那个呃货运。 所以呢，我们的商品出货运送到买方买方手中的阶段呢，那我们卖方必须要提供很多的出货文件。那这些提供呢，哈，那个货运物品啊，物流服务的提供者也必须要呃提供运送文件，以利通关哈，以利两国的海关的通关。那这些东西呢，包含了 Bill of Lading 啦，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提单，或者是 Airway Bill 呃，空运的提单哦，以及呃我们通关一定要有的叫做 Commercial Invoice 啊，商业的发 票，你要告诉海关说，哎、欸，来，我们这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啊？价格是多少？好、哦，那需要课税吗？哦，那在在有海关那边来做决定，以及 packing list 我们的装箱单，哈、哦，装箱单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整个部分的 shipping document，哈、哦，这些是在从事国际贸易里面呢，我们才会有的东西，哈、哦。 那这边就是跟一般英文的差异哈。那以上呢，我们谈论了哦许多关于呃这个呃国际贸易的英文的重要性呢，那它到底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价值啦？啊，以及在国际贸易流程里面，我们所呃牵扯到的不同的呃信函，那到底它跟一般的英文又有什么差异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 呃，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讲次，我们的 Lesson One 里面，我们去谈到的一些重点。那在课程结束之前呢，我要再提醒大家啊，那回去之后呢，到我们下一个讲次开始的时候，这一段期间哈，能够开始调整一下大家的学习心态。那有有空的时候呢？ 不妨多看看哈，多看看，接触一下英文，接触一下国际贸易的状况哈。那这样子会让各位的学习能够更开心啊，效率能够更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讲次，谢谢各位的参与，期待下一次见，谢谢。